2015年度的联邦医疗保险已经开放登记了，为了帮助民众了解这不同的健保计划，东森新闻专访有多年经验的保险专员，为我们来分析登记健保的注意事项。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在接受医生看诊，和所有步入退休年纪的民众一样，她需要完善的健保计划才能免去后顾之忧。随着2015年度的联邦医疗保险开放期正式启动，健保专员提醒要变更保险计划的民众一定要把握时间。年度开放期 （Open Enrollment Period） 是10月15号到12月7号，一年只有一次。好，这段时间是唯一一段时间，在个年度更换期红蓝卡的受益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更改保险计划。如果说不对自己的计划不满意的话。 美国的保险计划大同小异，如何分辨出优质计划？专家建议要看保险公司所涵盖的医院多不多。例如，联合健保在南加州就拥有强大的医疗网络，给予民众更多的看诊选择。 像 UCLA 啦，啊 Saint Jude 啦，啊还有美医美医院啦，还有这一个Hoag Hospital 啦 ，Huntington Memorial 这些都在我们保险计划之内。那更好的是，今年还多加了一个这个比佛利山庄的 Cedar Sinai 的名医院也再加在里头了。除了基本的条款之外，另一个能区别保险计划的部分，就是看急诊时保险公司能负担多少。联合健保提供全球无上限承保。 方便长者出国旅游时也有所保障，因为我们是唯一一家这个健保公司拥有这个 AARP 的这个品牌，所有我们的健保计划都是 AARP 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。作为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，联合健保还拥有主流机构美国退休协会 AARP 的认证，展现公司想要提供优质服务的决心。 无上限急诊无上限承保一向都是我们会员最受欢迎的，因为65岁的长者朋友们都出国退休都喜欢出去玩哈。那我们提供的这个急诊的这个部分呢是没有限额的，而且没有依规定的医院，所以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有承保没有上限的。不仅在保险计划方面推陈出新，联邦保险也非常注重与客户的互动。 几个礼拜前才一刀剪下红色彩带，为服务中心热闹剪彩，设有专业代理人针对民众的个人需求提供一对一咨询。公司还成立多个亚裔服务处，希望能照顾华裔民众的需求。我们的联合健保亚裔咨询服务中心大概在6年前的时候成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司非常注重亚裔的市场，所以成立了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办公室。那这个办公室里头，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9点到5点的时候。 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里头帮所有的这个会员做服务。业者提醒，联邦医疗保险的开放登记时期一年只有一次，鼓励民众多多参与健保公司所举办的免费讲座，获得更多讯息。通过比较选择，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险计划。东森新闻马丽婷、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。